来自卯宿星团卡拉信息，关于我们一直在为你做准备，许多项目正在进行。通灵，詹姆斯和乔安娜·麦康奈尔。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我是来自卯宿星团的卡拉。我是卡拉，我此时与你们在一起，在你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时代。尽管在肉眼看来并非如此，在某些情况下耳朵也是如此。即将到来的变化将是巨大的。我现在要告诉你的，我作为卡拉，我作为地球上的卯宿星使者，不是为了让你的自我听到，它是为你内心的更高指导，为你感受你内心的更高指导。当我现在向你们转达这个信息时，这个信息就是你们这个团体，这个团体中的那些人。当你们已经适应这些能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一直在为你们做准备，为一个宏伟的任务做准备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当震动频率达到它需要的高潮时，这个团体即将成为一个地球上许多人中的一个，我们将出现在这里，我们将展示自己，我们正在为这个做准备。作为一个团体，以及这个团体中的个人，对那些准备好了的人，以及想要这样的人，你们已经听说披露的事有一段时间了。你们已经听说一段时间以来，这是一个软性披露，但全面披露即将到来。但在这之前，必须有哪些准备好接受我们的实体存在的人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些是为了准备。要知道，作为你们所有人来到这里的一项任务，你们中的许多人将成为神圣光的使者，就像我到地球一样，你们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些下来的人的使者。同样，这不是为了你们的自我，这不是为了让你们成为特别的东西，尽管这是一个特别的任务。我们将能够越来越多地展示自己的时代正在到来。我们首先是卯宿星人，然后是其他人。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，现在你们只需继续寻找你们内心的光，达到那道光，达到你们内心的真理。你们要认识到在你们身上出现的震动变化，因为你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将开始用你们的肉眼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，由你们的第三只眼的视野所促使，你们的第三只眼正越来越多的打开，打开到超越肉体的一瞥，你们会称之为形而上的，对进入跨维度领域现实的一瞥。现在是时候了，现在是你们准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了。我们正在到来，我们在这里，匹配震动已进行接触。我将作为卯宿星舰队的代表前来，我说是无数的舰队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地球上盘旋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确实越来越接近你们的现实。在这个星球上，我们一直在观察和等待机会，以便更充分地参与到你们所有人中，因为在许多方面，我们就是你们，你们就是我们。我说，我是卯宿星舰队和理事会议会的代表，卯宿星议会的代表。我在这个时候来，是要让你们为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准备，为你们准备即将到来的事情，为这个团体正在准备的事情，还有许多愿意听或读这些话的人。你们正在被准备，那些我们与你们建立联系的时间，因为它必须在事件之前出现，必须在许多变化之前出现。
我们将与你们有更多的联系，与你们有更密切的联系。是的，甚至你们中的一些人也会被邀请到我们的船上。这些时代正在到来，你们已经为此做了准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来说话，告知这人群，这人群中的许多人，以及之后将听到和读到这些话的许多人。你们正在准备那些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时间，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，不是在你们目前的震动中，而是在你们正在走向的震动中。因为当你们继续提高你们的震动时，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的震动来满足你们，就是你们所说的半途而废。而我们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，你可以说，现在有许多功能正在发生，许多项目正在运行，而每次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，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完成，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。我们刚刚进入了下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是准备欢迎你们中那些被呼召来和我们一起的人，更全面的。这是你的一个选择，是的。但它也需要一种匹配，一种震动的匹配。如果你能与我们的震动相匹配，我们也能与你的震动相匹配，那么我们就能有这种更充分的联系。不是在 3D 层面，而是在 4D 层面。而这正是你们许多人现在所居住的地方。第四维度，你们中的许多人发现，你们希望得到的东西，你们要求的东西都会更快地实现，甚至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也会更快地实现。所以现在对你们所有人来说，当你们继续提高你们的振动时，继续控制你们的思想，学会静心是很重要的。这样你和你更高的自我之间的联系可以变得越来越强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你们与更高的神的自我有了更充分的联系，这时你们的振动将高到足以与我们相匹配。不仅仅是我们卯宿星人，还有许多舰队，许多不同的文明，天狼星人、大角星人、仙女座人等等，许多人自己也在不同阶段进行准备。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扬升过程，是的，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，并将继续这样做。但是当你们正在经历这个过渡时，你们也正在经历你们的扬升。越来越接近那一刻，你将完全实现你真正是谁。在那一刻，你将与你更高的神的自我完全连接，融合将是完整的。你将在那些时刻通过扬升而移动。在这之前，我现在所说的一切，在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，有些是仍然在幕后，但这一切都在向前推进，所有的真相都将被揭示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石头会被遗弃，所有一切都将被揭示。请相信这一点，相信你们自己，相信这个伟大的计划，它永远在为人类的意识而工作。我是卡拉，请持续保持平和与爱和合一，因为我们之间的分享是没有界限的。愿和平和爱与你们所有人同在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和我的姐妹们。来自卯宿星团卡拉的祝福， I am Kara。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